大家好，我是蔡寶寶，今天跟大家回到深圳，现在在福田口岸过了关，我们走去搭深圳地铁，现在走去搭十号线，今天跟家人去后海站那边玩。我们搭三个站去江夏北站，搭了六分钟来到江夏北，我们转十一号线。我们由福田口岸搭到来后海站大概用了25分钟时间，现在上回路面找些东西吃。我们去回 H 出口，走到来科园南路，走前一点就是万象城，走到来万象城商场了，今天吃西餐。我们搭扶手电梯上到 L3E 层，今天吃那间餐厅呢，原来在这里入面，这里环境很舒适，适合一些文青人士，见面到前面加价。我初头呢以为这里卖书啦，原来还有周星星同埋啲餐厅嘅。行到嚟 L380 呢间铺加价，咁见到有啲下午茶嘅特惠套餐，59元，包一件蛋糕同埋一杯饮品嘅。咁今朝我哋未食早餐啦，而家食啲嘢先。入到嚟餐厅入面，见到呢边啲座位都几阔落。这边除了一些啤酒，还有一些矿泉水，最吸睛的就是一些蛋糕了。看到有些椰子味的 Tiramisu， 黑松露的巴斯克，还有这个青苹果芝士蛋糕，这个朱古力也不错。我酒吧位后面有块透明的玻璃，上面有食品的价钱，这边有鲜果茶、沙律、主食、早餐、午餐的 menu， 还有一些 pizza， 另外还有一些小食，价钱都不是很贵。我们叫了一个火腿的班尼蛋，一人一件，个卖相唔错啊，同埋只碟咧就系暖粒粒嘅，啲唔错咁喎，系咪啊？好似咯，试下先。香港食一份呢啲餐要100几蚊，呢度几多钱啊？好似60几定八啫喎，系啊，60几啫。仲有 coupon 嘅，系啊，减咗25蚊啊呢、這个，论埋嗰个意粉。啊，系啊，等一阵再同大家介绍下，你快啲食啦！流心蛋好正噃 ！Hello， 试下先。好啊。阿妹嗰只咧就流心嘅，我呢个咧有少少流心啦，可能整过咗浓少少。Anyway， 佢呢度咧都几多料啊，下面咧劲多啲菇啦，同埋啲菜。咁咧食早餐食呢啲咧，感觉冇咁 heavy 啊。咩事？哇！点啲朱古力啊，肥死你啊！耶、终极目标。再嚟呢个松露奶油手工意面，呢、这个75元，闻到好香黑松露味啊！除咗啲黑松露意粉，仲有啲菇啦，仲有啲羽衣甘蓝。哇！好多汁啊！多汁咪肥咯。你食完呢餐先减啦。同你一起回楼就是吃，但这餐围起都挺值的，等一下跟大家看看个价钱先。是吗？够不好啊，多一点啊。这个鸡呢虽然整得滑，但是个味道有点不是很夹啊。它西餐得来呢，个鸡呢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去买东西
BBQ 嗰啲雞翼，橙紅色嗰只汁嗰個味道咯。嗯，呢、這個唔係我杯茶，食埋個粉先。哇！你嘅蛋糕吧，嚟食。呢位小姐，呢、這個必點嘅喎、哦。呢、這個勁啊！呢、這個咩咁勁咧？黑松露係巴斯克係，啱好食先。好。黑松露味有冇啊？有，好彩唔係好重。啊。個質感 OK。咁同埋佢下面咧係有核桃啊。咦，係喎。幾好喎，唔係餅底嚟喎，啊幾特別喎，你試下。好，好食。佢入邊個芝士個餅咧，咬落去個質感唔錯啊。嗯。個黑松露味咧，其實都幾犀利。同埋比較相對冇咁，比較想象中冇咁重，頭先係有啲驚嘅，驚好重。因為我可能嗰啖比較大啖，你嗰啖細啲咧，我個鼻咧係，你嗰陣石油氣味攻上嚟啊！呢、這個都唔錯，30多元啫喎。幾好啊，個質感唔錯。係啊，佢係黑桃底。係啊，咬落去真係幾好食。點啊？有咩其他評價？真實食評啊？喂，呢個唔漏嘅喎。嗯？唔漏啊？啊，係啊，因為佢唔係好甜啊。唔甜添啊？幾好啊！正。我哋嗌咗三樣嘢啊，計翻港紙咧，大概176元度。我哋啱啱喺 Gaga 食完嘢，咁呢度咧，我哋兩個嘅平均消費亦都係80元到啦，價錢都好合理啊，環境舒適啦，咁啲服務員都好招呼，同埋食物質素都唔錯啊，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去其他分店度試下。咁我哋頭先冇點咖啡，就因為等間咧去做按摩，而家出發啦。另外食完嘢出面咧都系啲书店啦，大家可以带小朋友嚟睇下书。行翻嚟后海站 H 出口啊，我哋去翻之前做按摩嗰间铺头啦。咁呢度行过去大概2分鐘。好啦，喵，呢度啦，喵，喵 ，B B 嚟噶啊！系咪啊？喵，三色嘅喎。行到嚟阳光金融大厦，见到奈雪的茶呢个入口，我哋嚟翻呢间逆景光疗愈 SPA， 搭 lift 上4楼。好出 lift 见到呢个铜，我哋 book 咗1:30嚟做按摩啊！影影呢度环境俾大家睇睇。另外咧，佢都有过百款嘅精油俾大家挑选翻嘅。你吃个东西呢？肚子饿不饿？是我们的基础精油，它是椰子果油，需要搭配我们这边的单方精油，然后去调配，它就会有功效和不同的香型来去涂抹到身体来做按摩使用的。然后您感受一下这个质地，您喜不喜欢？因为它是偏清爽一点的，没有那么油腻，所以你可以试一下。然后我们也有那种比较滋润的，它是葡萄籽油。会比较适合比较干爽的，是葡萄籽油，很滋润。然后一款的话呢，还是我们原先用的那款精油，是椰子果油，它就会比较清爽，就是您做完身体按摩之后它就没有这么腻，就您简单冲洗一下就能冲洗掉，也可以不用冲洗。清爽比较好。对，那我就给您按照这个来去调。那这边的话给您介绍一下，它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单方精油，每一款都有不同的功效和香型，它可以根据您的一个需求啊，或者是一个喜好来去挑选。从香型上来选的话，有花香、果香、木香，还有草香，会比较喜欢哪种香型？那就花香吧。
花香的话，可以给您推荐一款，这个是我们的黑标精油橙花，它是在花香里面会比较贵一点的，也有玫瑰。乳香的话，它不是乳香。舒缓那个，舒缓的话，其实睡得好一点，或是我的肩膀比较重，想舒缓一下。舒缓的话，我们可以用这个天竺葵，它会舒缓心情，比较解压。如果肩膀的话，可以用冬青、雪松，还有柠檬草这几款来进行搭配。但主调香的话，我们就用这个天竺葵。好啊，很香，很喜欢。我也比较喜欢这款香。淡淡的。对。能可以掩盖住它本身的味道，但保留住它的功效。这个天竺葵它的味道就会比较丰富，它为什么能疗愈的话呢，就是因为它的味道有花香，然后也有草香，就是它的香味的品种特别多，混为于一种。一个类型的精油，它可以我揀翻薰衣草同埋柠檬草。啱啱妹妹安排咗呢间柠檬草啊，我咧就安排呢间尤加利嘅房。咁呢度咧都好贴心啊！如果你做按摩咧，佢女仔咧会挂翻个牌，女士专属。咁我之前喺美团买咗呢个券啦，咁就同铺头预约咗时间，到铺之后咧就扫翻个 QR code， 佢兑现翻就可以啦。咁佢職員咧都好好，開咗個精油泡泡浴俾我。咁另外仲有啲水果同埋花茶。咁呢邊咧仲有沖涼房嘅。佢哋係採用呢個品牌嘅洗頭水、護髮素同沐浴露，感覺好超啊！呢张咧就系我嘅按摩床，咁而家先浸一浸先。呢度有个换衫嘅柜，咁可以放翻自己嘅私人物品。另外，按摩房仲有个独立嘅洗手间。泡到5分钟的时候，您就按这个呼叫铃，技师就进来给您做背部的角质更新了。好的。然后第二次呼叫是您起来了之后冲完浴，然后换上干净的内裤之后再按一次，技师就进来做磨砂了。技师就进来给您做 SPA 了。好的。第一次按是进来，技师进来做磨砂。第二次按是技师进来给您做 SPA。OK。一次性内裤在那里哦。您在泡浴的时候可以多喝一点茶水，它是可以有助于身体排毒的。好的，谢谢。做完按摩咧，呢边咧仲有得俾你执翻个样嘅，可以吹翻个头啦，擦翻面。咁佢咧都系用紧啲玫瑰嘅洁面乳、精华水同埋 cream 嘅，全部都系啲精油调配嘅。啱啱冲完身啊，店员话浸一浸呢个精油泡泡浴，等自己放松一下。咁浸15分钟好啦，水温啱啱好啊。睇下几治愈，见到一啲泡泡同花瓣啊，超 relax。咁呢个时间咧，梗系食生果啦。佢啱啱切好咗俾我，好彩头先唔系食得太饱。吃得出啲生果都好新鲜啊！有哈密瓜、蜜瓜、番茄仔同提子。阵间饮翻杯茶先，听住海浪声喺度浸泡泡浴咧，都几爽啊！原来喺度咧有个手机嘅支架噶，
咁大家如果想煲住剧咁喺度浸泡泡肉咧，都唔错啊！靓女咧准备咗呢个磨砂帮我磨背啊！磨砂刀上背会有一点凉的哈。啊，好的。做完磨砂，职员话咧要简单冲一冲个身。咁佢咧都有提供呢个乳贴同埋呢个紫内裤俾大家嘅，好贴心啊！啱啱技师咧都帮我调校翻个床嘅高度啦，都铺咗一次性嘅床单，确保干净卫生。话咁快按完啦，头先技师话我瞓着咗，哇，超舒服啊！头先做完按摩咧，仲洗埋头啊，佢呢度个戴森风筒咧都好正，超轻。哇，咁快差唔多四点啦，喺度都歇咗两个几钟啊，真系好唔舍得呢度啊。不过唔紧要，我间唔中都会嚟呢度做下按摩。呢间铺头超大啊！阿妹应该未做完按摩，佢个牌仲喺度。另外咧，铺头仲有啲水。同埋茶點提供俾食客嘅，有啲曲奇啊、肉鬆卷、奶黃餅乾同埋 tiramisu。好，試下個糖水先。咁職員話，除咗糖水咧，仲有佛跳牆同埋啲麵條嘅。不過咧，做完按摩唔想咁 heavy。吃个糖水都唔错啊，同大家试下，好似好滋润喎。呢个苹果雪耳，仲有啲红枣，呢个好养生啊，中意唔甜噶。食饱饱糖水啦，走啦，搵日再嚟过。好啦，阿妹啊，你啱啱做完按摩，爽唔爽啊？舒服。我剛才睡著了，我好到位啊，是我現在膊頭不痛啊。你今次我是第幾次來啊？我忘記第三次還是第幾次，我數過了，是如果這一間的話我今次是第五次了。不同分店是不是？是啊，不過也挺舒服的，這間是三次了。 OK，好啦，咁今条片同大家影到呢度先，鍾意嘅朋友记得畀返个 like 我同埋订阅返我频道啊，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